随身碟复制，那分歌区我就不切割了哈，直接用原来的。啊，那这里呢？这里呢，请你先选择三，先选三。啊，因为城市好像少，城市它有少了一个步骤，那个我后面我再来做更新哈。网络上的档案我再更新，那这边就先选三哈。是的哈，那如果刚刚你不是选三哈，那在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请你到西查定时重开机里面有三个档复制一下 ACHD Auto 跟有 Auto 的这两个。好，把它复制到资料碟啊，资料碟有的话你就把它覆盖掉就好，没关系。哦，因为刚刚少了一个档案。啊，程式的部分我后面我再来做修正。用随身碟的话，你的读取速度就很重要了，你这边等的时间就会差很多。好，它复制完，然后我刚刚是选择留在 P1 吧。所以如果你资料碟最主要是这个档案这个档案资料碟如果没有这个档案的话，你就把它从西查定时重开机这边把它复制过去就好然后再来就可以重开机。那它会进 CHD 两次它会进 CHD 两次。你只要资料碟把那三个档都占就好，就是它一样会再执行一次的。对，这边自动进 CHD， 我出这边。
我会忘记。啊，也还好，我都是透过网络在拉，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 L480、哦、它只有 USB 2.0、啊、我的 source 大概34G， 用 USB 2.0 扣大概要扣40-50分钟、嗯、然后重开机了，然后还会再进一次 CHD。 那我前一阵子处理我学务处一台协助行政也是用5888，然后是透过网路去拉，花了也将近50分钟，给他略过一下。但是原因不是因为水深点的问题、啊、因为我是通过网路拉，所以他会花那么久的。我在电脑教室拉一台电脑，这样拉大概7分钟左右、啊、7分钟。然后呢在那边为什么花40几分钟50分钟？因为那里的交换器是10100的，那里的交换器是10100，它不是一 G 的、啊啊、但是一样40-50分钟，可是我从透过网路拉，它开始拉档案，我人就走了、啊、我人就走了，我不管了、啊、差随身点我要在那边等、啊、对不对？我还要找时间去把我的随身点收回来、啊啊、那重开机了，第二次重开机了，选单上它会停在自动重建修复还原学生系统，也就是它会进 PE 把二级副本，如果有会砍掉升新的，没有就直接升新的二级副本，最后是关机。重新产生二级副本，然后关机。后面这一段工作排程那个部分你有设好，它会自动跑。啊，随身碟的话，当副本把你随身碟拔了，你就可以走了。啊，如果是透过网路拉的，它开始下载的时候你就可以走了。啊，你都不用待在那里。啊，那我们看一下它电脑名称是不是真的有改过来。没有感，那可能这个要改成二，可能你这个要改成二，为什么要改？不管，我也不知道。啊，那可能这边你就这个选项可能要改成二了。那至于他这次为什么没改，我也不知道。好，感谢。那基本上单机的部分大概就到这边了，至少后面他自动处理那个地方有正常 work。至于改名称这边为什么没有改，可能你回去试看看，也许他会正常。